有些路明知崎岖难行，却非走不可，因为真相，因为信念，因为自由，你应该像风一样自由自在，因为责任，因为亲情，终于盼到你回来了，因为这些都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所以再多阻难也无所畏惧。这个12月，八度空间与你一同奋勇前行。